方哦，属于峭壁啊，陡度大约超80度左右，而且都是一些碎石坡，而且有一些断断来垂直面的部分，所以说那个搜救人员要下去很不容易、啊。据家属称说，他那个空拍机掉下去，他为了要去捡空拍机啊，所以说不慎掉下去。这条是在地的，对，我们这边找地的时候，我们家。